销啦。我讲，你着只要人我拍过的店吼，你去遐讲，我看别人摄影片来有无？哎呀，凡是买一百支送一支嘛。你若买一百支，我着送他一支。是一百支送我一支啦，只是惊伊唔买一百支呢。很多人在看吗？啊，很多人在看吗？啊，我看一下。Hello，Hello， 哇，厉害耶！还好啦，那就天气拜拜啊，天气拜拜。我妈妈跟你，我爸跟你买过啊。松饼。哦，你是松饼，我知啊。很少啦。我爸跟恁老公买过啊。哦。哎呀，就甘草芭乐，因为我最近的三高，我无三高，我袂食。哎呀。啊，你有定时吃药吗？什么？无啦，我无吃药，即马就是，伊就是讲你袂当，就是零食不能吃太多啦。啊，你迄红利也较贵了，我就可以当个食。哎呀。没关系啊，改天可以来吃芭乐。对啊。我们芭乐是自己种的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哎呀，就我会记得顶届恁打的位置好像乱跑嘛。我顶届去买是，我顶届买是第一排。我都是在这里，都在前面。哦，哎。好，我两个位置不一样。好啦，我搁咧卖冰沙呢吼。对呀。好 ，OK 啦，好。广结善缘啦。像这头家娘足巧，你毋知？你也该食甘草芭乐的，这个可以试看看，因为甘草芭乐基本上拢上好食。好，好，谢谢啊，真有理啊。好，阿基呢，你嘛开始讲，买一百支送一支没问题啊。没问题。啊，你也讲买十要送一的嘛，因为成本问题啊。哦，因为薄利多销嘛，一百支送一支不为过啦。哦，你知道？啊，你也讲辣气的。辣翅，欢迎订购，我准备订购几千回来，较袂迄落嘛吼。哎呀，真的啊，你真巧呢，拢有咧注意咧，注意不接垃圾的咧。